马路上车来车往，两人在路边吵了起来，声音大到附近住户都听到，探头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。哎呦，在找我，抱歉啊，在找我，刚好忙。目睹过程吓到不知所措，因为女骑士随手拿起安全帽，就朝对方一阵狂 K 猛殴，把道路当作自家格斗场。劝阻，居然听到警察来了，还继续打。黑男这下斗美屌了，同样拿起安全帽反击。那个黑色衣服很凶呢。事发在7号晚上7点多，高雄市古山区，当时黄姓女子从后方超车，害黄姓骑士差一点擦撞，才会按喇叭提醒。没有想到这叭一声，却成了冲突导火线，双方在路边上演全武行。二人分别持安全帽互殴，黄男头部、手部挫伤。童女右手右眼挫伤，警方获报到场后，童女先行离开。经调阅监视器锁定犯嫌，于1小时内迅速通知童女到案。双方互相提出伤害及公然侮辱等告诉。有话不能好好说，反而把安全帽当作武器，这一下两败俱伤，双双进了警局。三立新闻连贯制王玉祥、新仪高雄采访报道。